为了反映海洋保育意识，该县政府和海洋保育署来合作，以改善海洋垃圾污染为主题。民众做伙彩绘网料鱼港提供的围墙啊，和彩绘墙变作是鱼港上大的特色。啊，我有哪里画画呢？我有哪遐画？像这堆啊嘛是，每种拢变款啦，当画鱼安怎画鱼安尼啦。我那画这种吼，我有兴趣。我迄茶吼，我迄茶海壳吼，我画安尼甲壳啊有一个形体呢。关于王章良客去画笔来上色，无论是网聊的时代，还是国小的学生，拢欢迎来画图，算是世代传承，守护美丽海洋是共同的责任。啊，嘉义县这几年来，大概针对科壳的弃置，那做了合法弃置场，那我们也把废科绳跟废渔网，那整个变成绿色产品。那我们也在海洋里面做所谓的海洋监测，那最近我们又会再争取，那海洋委员会再给我们相关的补助。那这样的海洋监测，24小时监测，只要有异样，它就会自动裁剪。那我想嘉义市跟布袋跟东石是最主要产蚵仔的所在，所以海洋保护非常重要。那怎么样让海洋污染不至于破坏掉我们原本好的生态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努力，从小就建立共识。所以今天特别办了这个活动，我们大家永远记得，海洋跟我们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环保局希望透过活动，让囡仔对细汉培养爱护海洋的意识，建立环境的共识。因为咱的生活和海洋是无法度分开的。记者黄美佳，台湾报道。